我不想在任何地方定居，不想让任何的城市给我束缚住。其实我也真是这么想的，真的就想买个 UTV， 然后就去打职业比赛。嗯，因为我平时吧，我就画画，你知道不？就不能老是天天紧绷着，会疯的。画了10年的唐卡，突然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来到景德镇。主要主业是画画，画唐卡，还有一些就是设计类的啊，比如说跟景德镇的育幼儿园阿唐合作设计瓷器。刚画唐卡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认识你，而且这个是个非常小众的一个群体。那个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，销售额并不好，无意之中接触了自媒体吧，真的会有很多人，他们会喜欢我。娘人说对不？我这东西我这个人卖东西特别真实啊，就我自己如果要觉得我自己觉得看不上的，绝对不卖；自己喝的不好的，自己不爱喝的，绝对不卖啊。我是有原则的，我别看我是个画画的，但是我也是个有原则的人，我是个有原则的主播。我现在跟我的粉丝团叫娘家人，为什么叫娘家人呢？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我坚强的后盾。正是因为有了我这些娘家人的支持，我的粉丝团才有了我的今天。每年过年的时候会有一个活动，会送粉丝福利，就是盲盒。有一年的时候就送的那茶杯垫，然后粉丝就说：“哎，你既然都做茶杯垫了，你上面再配个杯，再配个壶，配一套不挺好吗？”就是我们相信你的实力，我就来景德镇了。我想做瓷器肯定是景德镇最专业呀，来了之后，然后没想到一来景德镇就碰到了瓷器界的天花板，六个这个神灵啊，大鹏金翅鸟，哎呀，他咋来了呢？你给祖宗拿走来，你别来捣乱啊，花花，别来捣乱。你给他堵好了，上你这看。他老捣乱，他一直播他就搁那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他什么？本来是来玩的嘛，然后之后现在也兑现了我的这个当时的跟向老师的这个承诺，就是真正的把这个唐卡里边的元素也好啊，还有是喜马拉雅里边的一些风格啊，设计在这个瓷器里边的。其实我现在都觉得我自己挺有价值的，之前就没觉得没发现，但现在我觉得我就是在有一部分人的眼里，我觉得我是有价值的。对，在很多人眼里其实你是有价值的。对，因为他心疼你的东西，就跟他心疼你的东西就是心疼你的人呢、啊、是吗？对吧？我觉得挺好。嗯，就做这事儿，最起码我觉得我人生是值得的。对。哎，这鸡胗烤嘎嘎脆啊、哦，行吗？行，太好了，鸡胗，这小鸡胗给烤的。来吧，这么好，要不整点儿，来整一口。嗯，整好。就他活动在一楼范围，我活动在二楼范围。就是，你能别上来上我地盘来，就尽量别上来。我觉得相处之道是啥呢？就是说，叫远了香，近了臭。啊，对，对。你就是有的时候距离产生美，完了之后到现在咱俩基本上是距离有了，美没了。还行，就美还美美还没了，美还能有点。我已经忘了你长啥样了，有的时候、啊、我一看，哎妈呀，上来个人这么眼熟呢，啊，是我老公。啊，这么回事吗？那挺好呗。是。我妈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，她告诉我，她说，哎呀，她说谁都有这一天，只不过我可能来得太早了。我妈60岁，然后之后，她说，人生的长度不过春夏秋冬，人生的宽度不过东南西北。就包括我当年画唐卡去学唐卡，我说妈，我想去学唐卡，
就正常的家长的话，那肯定会说，哎呀，那个高原呢、啊、会不会难受啊，身体会不会适应啊。我妈只问了我一句，你钱够吗？画画，你说一画画一天，一画画一天，有的就长卡长期作业，一画画好几年，这也挺枯燥的，其实，对吧？那你总要有一个释放这个枯燥的这样的一个窗口。那我想，那玩这个行啊，对吧？你这既能有的时候你能安下心来，就是你能创作也好啊，然后你能画画也好。有时候你人是需要释放一下的，就不能老是天天紧绷着，你会疯的。听说这地方还挺好的，这挺好，没人管。没有，这在我们越野场下就叫炮弹坑，知道吗？不是犁田，对，这是犁田，不是犁田。我觉得景德镇会给我这样的人无限的可能。我不想在任何地方定居，不想让任何的城市给我束缚住。至于未来我去哪里，那交给未来了。我的原话是：听闻远方有你，动身跋涉千里。我吹过你吹过的风，算不算相拥？我走过你走过的路，不算密接，算重逢。